嗨，大家好，我是 BB 姐。今天呢，我跟我的小姐妹一起出来搞一台大的飞机，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两个第一次拿着这么大的飞机出来，就只有我们两个女生。2000 years later。那正好我们这次带了备用桨叶，所以顺便做了一下 M300 的鲁棒性测试，也就是我们经常做的剪桨试验，目的呢是为了检验飞机对自身误差的修复。好，我们现在看到桨叶对比是剪掉了1/3，然后我们看一下飞一下它的性能有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看一下 M300 的一半桨叶能不能够飞起来，然后能不能稳定的悬停。我们现在剪掉一半桨叶，看一下表现如何。还可以哦。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桨叶这一片剪到了只剩1/3了，大家觉得如果可以飞起来的话弹幕扣个1，觉得不可以飞起来的话弹幕扣个2。朋友们，我们现在 M300 这个选手已经非常坚韧的只剩两个，哇，吓到我了。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我的天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什么叫做四仰八叉，它这个现在状态就叫四仰八叉。我们 M300 呢，它有一个就是200倍的变焦，有一些工厂啊，它有这样的一些巡检，人要是爬上去，这样的话会比较麻烦一些，包括像有一些电力的巡检啊。那通过我们这个超长的变焦这个功能呢，我们就可以在远距离实现这个比较清晰的去查看这个一些细小部件的一个巡检工作。我们一会儿去模拟。38.5度，这是广东的天气，我感觉我要熟了。OK， 好，来啊。好，看到了，好。
由于 M300 RTK 在电力、消防、警用等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所以呢，这次我们应消防单位的邀请，到现场为大家测试了一下飞机的防风防水性能，看看 M300 在消防的实际应用场景中能不能够经受住极限的环境考验。OK， 各位小伙伴们，现在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现在来到了消防队，大家看我身后的消防车已经就位，准备过来测试一下我们的 M300 的防水性能到底怎么样。OK， 刚才我们经过一轮的测试之后，发现 M300 是非常的稳，然后经过这个水泡车的冲刷，没有任何影响。排烟机也是消防救援中常用的设备，因此 M300 的抗风性能也非常重要。官方宣称的 M300 最大可承受风速是15米每秒，但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在现场的排烟机最大只开到了近11米每秒的风速，可以看到 M300 几乎没有什么漂移，抗风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OK， 那么以上呢就是 BB 姐为大家带来的大疆行业应用级无人机 M300 的体验分享。如果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点赞、投币、分享，支持一下哦。我是 BB 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